刚 Google 上面看到一个咖啡厅，他说是个复古咖啡厅，他那个字超可爱的。现在就有一种跟你谈恋爱从年轻到老的感觉，有年轻到中年的感觉，好喘哦。哦，这国小超高的，感觉上学很累耶。真的。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每天从 Mira 来上学。很累耶，太久没出门了，这是我们四个月以来第一次吧，感觉。在这边上课要回去拿的东西都很累。啊，体力很好。我会帮你拿。不用。我觉得看到这个很疗愈耶，应该有吧。现在因为降到二级啊，哎，我们互拍。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个很开心，可是我才走200步吗？它这边有一个凉亭，哎，鼻头国小的社区学习教室，哎，他们也太幸福了吧！这教室会不会太美？这教室的 view 太好了。我们还有600步，然后600步到了，他没开，有没有？应该没开吧？不晓得哎，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有开，什么没开，有没有？不晓得要去哪里。现在还有484步，我觉得我走很久了。刚那一段路好多蜻蜓哦，好害怕哦，数量多到有点害怕。还有314步，哇，你这边拍过去好漂亮哦。戴口罩真的很喘。超喘的，尤其是这四个月来都没有这样子过。回头看这景太漂亮了吧！快到了，大家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跟着。会别人看了就不想来，其实没那么难啦、啊，真的。我们还营业中，快你拍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他是快结束营业了，对啊，你要买杯咖啡吗？哦，现在到5点还好。这边有别的东西哦，不是别的东西，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。有吃的东西了，好了，下去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贝，你先走吧。景太美了吧！梦幻紫罗兰，梦幻紫罗兰。慢慢喝啊，太冰也不好。给你的杯子，就是跟那个建筑一样，是彩虹的。对啊。这是什么？冰柠茶。冰柠茶。厕所了，旁边可以到二楼去。二楼，这是二楼，哎，二楼view很好哎。可是现在坐这太热了哦。现在还好一点了啦。真的吗？跟刚刚之前比。我要跟上，要用冲的。你快走就好，不要跌倒。不行啊！
刚刚我们去的那个听涛咖啡，它就是在我们刚走的这些步道之后，它才会到。哎，有拍到吗？对，它是这个迷彩的建筑物，然后它这个风景超漂亮的。然后我刚刚有问工作人员，他说他们真的就是每天这样子要背东西，然后走这些步道上班，然后下班的时候再背，所以他厕所就会写说要带垃圾走，因为工作人员都要把垃圾背走，真的超辛苦的，尤其是现在很热，然后又需要戴口罩，真的很喘。那景真的是很美，然后会经过那个彩虹楼梯，彩虹楼梯也很漂亮。然后刚刚有一个上去的地方，所以上说他想要上去看看，我就在这边等他，我怕我自己走不回去。这就是第六角的顶端。他没有跟我下来，所以我带大家下来看看，其实蛮美的哦。太阳好大，一直要，到尾声了，看有人绝望表情。现在黄昏了，阳光超漂亮的，比白天漂亮哎。Very good。我们看到国小了，快走！真的没有很难，很推荐大家来，真的。真的不错。真的不错，对啊，不会太难又不会太简单，只是我太虚而已。因为产后嘛，他们对。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你觉得如何？今天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不错哦。太久没有出来走，都在家里。对啊，我觉得通体舒畅哦，皮组肌肉。对啊，脾虚那怎么办？补脾啊，很慢。那你回去帮我补一下吧。他还生气很难，刚会克脾，脾会受伤。好啦，体会那个原因，不要讲出来。超美的，有时候无聊，我们可以开车来这边坐一下也行。真的，好美啊！现在我们在回家路上，在这边回到台北市区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看不太出来，肉眼看真的很漂亮。超美耶！我上次有骑车到这边，我在这边骑车。在这边骑车哦。我们刚刚经过这一带，觉得太漂亮了，所以我们就停下来拍个照。天啊，那很美耶！这很美哦，尤其是今天的云就很漂亮。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，如果你有出现燥热状况，反而更不能喝冰的，因为你的中气已经受伤，这时候要赶快养中气，把中气养足，然后把气往下降下来，才能够阻止这场头痛。但是如果已经痛起来，已经逆上去，表示中间已经虚掉了，所以基本上这种 都是源于中虚啊。对，我们身体都不虚，我们都很久没有动，身体太湿，湿气太重就会困脾，脾胃就是中间的枢纽，中间的枢纽如果卡住，气就不会动，气不动就会逆。该降的不降，该升的不升，所以该降没有降下来，就会冲到头上，就会头很胀，就会出现胀痛，然后再严重就会头痛。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，如果你有出现燥热状况，反而更不能喝冰的，因为你的中气已经受伤，这时候要赶快养中气，把中气养足，然后把气往下降下来，才能够阻止这场头痛。但是如果已经痛起来，已经逆上去，表示中间已经虚掉了，所以基本上这种 都是源于中虚啊。中虚气逆而造成的头痛，那回去帮我治哦。回去可以给你一些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Here comes the moon.